可以，我就一电筒就给它炸掉。老板，好久不见。坐嘛，有点困。先给你看一个。一般嘞，滴滴摸摸的，这个能不能敲下来？这条裂看到没？薄薄的，锋利。底色还是挺好的。我还行，起了一点点那种杠。打灯是对穿的，什么价？这个要价15000。15000就没得聊了。现在要可以取啊。还这么高的价，我怎么还嘛？你能看到多少吗？不看500块钱吗？妈耶，本钱都没有，白吃不谈。开玩笑的，这个地方它擦了一点点，有点微微的发黑了。东西还行，有点点裂。有裂进墙吗，老板？拿个斧子没有裂啊？好了，不跟你开玩笑了，2000块吧。不行了吧？2000块给到位了，可以，我就一电筒就给它砸掉。怎么可能那么容易砸？你不信啊？2000嘛，我砸了嘛。不得。2500。3000嘛。不要。加滴滴嘛。加不上去，这个应该是能砸下来这条链。反正我们好久没有见过面嘛，先开张一个吧。4500。发财，这条链明显的已经有松动了，而且呢，背后是通链，它只有这一点点是连接，正常情况我们是可以给它砸下来的。哎，你看嘛，这个裂中间太宽了，都长皮了，看不到，还是得切，把这条裂给它切掉，这条大裂看到没有，一刀切，不然你要赔啊。哇哦，怎么这么发黑了？这个地方是险的，中间好啊，你看可以取了，这个捡漏了知道不？这个是，但是只能取小件，这要有个大牌子就好了。大牌子这个怎么那么便宜啊？确实还可以。